父亲，听说你要颁赏了？是该颁赏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兄弟们都盼着颁赏呢。父亲啊，你赏我点什么呀？嘿，父亲，巴掌不够，我再给你两巴掌。我犯什么罪了？你凭什么打我呀？那马姑娘是什么人？ 她是我大哥的亲生女儿，我的义女，你的义妹，你连她你都敢动粗啊？你禽兽啊！你想翻天呢？可是我喜欢她。放屁！你的叫喜欢吗？你那是缠她的身子，你下贱。